亚洲历史资料中心里头啊，有一些档案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一九零四年，努屋（利，努是啊，我们讲爆花爆啊，努是尾巴啊，就是在现在安坑那附近的啊，那、這个攻防战的时候呢，我们台雁呢曾经夺取日本的一门的山炮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后排的军警进入了部落，前面的族人呢被委屈的坐在前头，这是步兵占领马美社的景观。 此外，这个是在有名的空隙这个地点，我们看见日军的大帐和军队、警察等等人员正围着不知什么东西在观看，很有可能是在处决族人、处决俘虏。好了，见识难岛带你看见台湾，认识南岛。来后大家好，我是谢泽清，欢迎大家加入见识难岛的行列。 历史文献是由人所书写下来的。那既然是人的观点，它就有偏见、谬误。那么我们回顾我们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那日本人制台之后，他们运用各式各样的田野调查，那么来收集关于我们原住民族的资料。他们以他们的方式来理解原住民族。那么也在这样子的的历史脉络底下，发展出所谓的里番政策。 那相同的，来到了当代之后，我们后世的子孙如何透过文字的整理，再一次的去理解历史曾经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的展览《见识难倒》，我们就要回到大报社事件，还有李宗山事件，这两件事件到底对北部的泰雅族人的生活？ 文化传承以及土地治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我们后代的子孙应该要怎么样来思考呢？一起来收看今天的《热浪见识难道》。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两位老师哦，来分享今天的这个历史事件。那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半罗干老师，老师你好，罗干<好>。第二位老师呢是这个舒琴老师，舒琴老师你好，泽青好。 哦，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从这个文献哦，有没有有误解，对，所以光是对大报社事件这个大报，就是其实老师你就有自己的观点，对不对？当然，我们从这个研究方法、事件史的话，当然从一个状态啊、呃，等于变化成另外一个状态，当然就是一个事件啊、呃。当然也可以说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从以我们原住民族为主体的观观点来看这些呃这个过去的历史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宁愿用战役也好，战争也好，那可能更能够凸显啊、呃，我们原住民族的这个等于说一个一个一个想法或是观点。嗯，但是我觉得，但有些人我觉得可能在字词上的这个的、這個、的想法，就是说这个事件比较像是一个就是一个据点，那那个就战役比较像是一个斗点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在理解现在当代的这个就了解我们原住民族历史里面，其实它应该是一个连续不断。 而且时呃在时空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这样子嘛，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当代在整理历史的时候应该要有的态度哦。不过我想请教一下苏青老师哦，就是呃、哦、我们在看到就是留下来的记录里面，就是日治时代的这些记录里面，对我们原住民族的观察，它有没有哪些共通点呢？最主要的共通点就是主要都是官方文献哦，那是官方文献的制作过程呢，会从初级到高级。 在初级的时候会保留比较多地方的声音，然后一路收整到最高，比如说礼帆制稿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纲要。那所以我个人呢，会倾向于回到最初级的资料，来去了解。那这是旧文字的部分，那就口传的部分，因为族人习惯是用口传来进行历史的传承，所以呢，到当代我还是习惯亲自倾听他们说，然后用。 呃，文字的部分去感受他们内心的情感，或者是说不出来的部分。是，那一般老师呢？你怎么看呢？就是在这些文献资料里面，就是不同的观点。呃，的确，现在如果说我们要一些日直，我习惯用殖民哈，日本，<民>所以不我不用日治的治理的治<是>啊，我是用日日直时期。嗯呃。呃，我们原住呃原住民族的历史，呃，当然现在最多的就是李帆自告。嗯。呃，或者是呃，我今天也带到现场的，比如说周九间卓玛泰啊。 他那个等于李藩总督哦，他那本他的传记，那或者是李藩的托姆、李藩之友啊、呃，乌色军之后的，但最多的就是呃台湾总督府的呃等于说公文内传，当时的公文呢啊、呃，我们做日日治时期的原住民的研究，大概啊、呃、主要就是参考这些啊、呃、等于史料嘛。嗯哼。那不过现在今天我们要谈的到呃文杰，我不用大报社了哈，就是文杰这个事件。 呃，这个等于说这个战战争啊，或者是李东山这个战争啊，战争。那如果都是用官方的史料的话，的确啊，会有很多的盲点。可是呢，呃，大概是一百一十年前的事情了，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一个世纪以前的事情。那现在要做口述啊，田野调查口述，那事实上也可能也找不到真正参与过呃这些战役或者战争的一些等于说呃这个等于说我们的祖祖老啊，嗯、所以。 呃，当然田野调查，呃，的、呃、口述当然很重要，可是那也只是等于说，呃，其中一个也当成一个史料嘛，不是就是历史本身了啊。嗯、这个我想，这是我们要探讨这些啊，所谓的战争也好，事件也好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是，所以，在看这个我们在在研读史料的时候，其实就是里面的三言两语，其实代表族人在迁徙，那被迫这个离开家园的斑斑血泪哦。那我们今天呢，透过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目前哦，这官方定位的这个大报社跟李洞山，那这样子的理解是正确的吗？那我们该怎么来看待？那么，透过今天的展览，让大家能够清楚明白这件事情。 在我们北郊这个地方，主要就是跟张老的力权啊有关系，所以呢，基本上在一九零六年以前发生的这个战役啊，那我们可以称为张老战争啊。殖民统治者为了推动爱有县之后呢，就就推动所谓的资产兴业嘛，就是呃、啊、让这个资本呢来进入我们这个翻地的哈。 欢迎回到《展览见士南岛》。一八九五年之后，随着日殖集团的移入，也让我们原住民族的生活空间受到了压缩跟压迫。那也一度也有被误认消失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疑问哦。那其中呢，大报社就是在这样子历史的困境之下走了出来。那么，经过后世族人他们不断的奔走，连接了已经失散的。 族人，那么也让回家的这个心灵之路呢越走越越清晰哦。那接下来为我们分享的这位一半罗干老师，他目前任教于国立联合大学的原住民专班，那么也是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的推动委员。那么今天呢，要针对这大报社事件来为我们来分析、来解说，到底这件事件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影响？我们一起来欢迎一半罗干老师。 Lokasi Kuala, semua orang, saya adalah dari suku Dayak, saya adalah orang Dayak yang berasal dari kampung Dayak. Saya tidak pernah pergi Jepun. saya berada di tempat yang berbeza, saya tidak pernah merasa pusing atau mabuk. 那我的祖母啊，戴夫大啊，他是跟我的外祖母比须啊阿木都是啊文杰啊，就大报社群的人啊啊，我不用大报啊这个大报社事件这样的说法哈、啊，所以呢，我是文杰的后裔，所以我今天呢是要用用这个后裔啊这个主体性论述的这个啊等于说观点啊立场来进行今天的这个啊短讲。那这个就是呃呃文杰的位置啊的大概。 就是红色圈圈里头，大概就大台北地区的啊、呃、南边啊这里哈、啊，就大报西流域。对于稳脚的研究呢，这几年虽然累积了一定的这个成果，可是呢，怎么去更广泛的倾听我们稳脚族人的等于是真实的声音，也就是我们啊常常说的历史啊微弱的声音，我我个人是认为还有进一步在啊这个开展的这个空间。那由于大报社事件啊。 那我个人是认为是一个殖民史观啊，是国家史观的用语，所以我自己是用“打燕文教”啊，这个、这个的抗日的战争啊来取代啊。为什么会呃等于发生这个呃文教啊这个战争呢？主要就是说，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我们文教的社会呢，不仅已经存在有所谓啊、呃、领土权这样的观念，而且啊是,、呃、是非常的强烈的哈、啊。 那李帆自稿的第五篇里面就有提到啊，就是说，当然当时用“生藩啊“蕃人”这样的呃这个呃说法了哈，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土地的观念呢是非常强烈的，就算是有一点点啊，就是哪怕一点点啊，如果被别人等于是来侵略的话啊，那我们认为这个都是会啊入籍祖先，所以呢，我们就会跟啊他们就是会决然起来啊抗拒了哈、啊，就会起来这个抗争就对了。 那打印我们这个稳疆的这个领土的略图，大概整个南边，大概我们这样看，大概整个现在新北市三峡区的四分之三啊，都是啊稳疆的我们的领土啊，我不用传统领域啊领土啊，呃稳疆的领土啊，大概就是啊大霸溪或者是五寮溪流域啊这个为中心的了啊。那如果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尤南啊，就是猎场的话，那当然就是呃、啊。 包括就是像大埔啦，往北的这个等于说横溪，甚至新店、安坑那一带啊，呃，这个都是啊，我们这个等于是呃稳定的这个呃领土啊。那这样看的话，就是现在新北市三峡区的绝大部分啊，这些里啊，呃，不只是啊我们知道的叉角里啊，这五啊等于是五寮里啊，这个甚至就是靠近等于是啊老街的，好像大埔啊、加天啊，天福、竹林这些安坑。 金准啊，这些里啊都原来都是我们啊、呃、大报社的传统的这个领土，因为哈在文杰的呃这个领土范围里头啊，那个樟脑的资源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我们知道就是从清国的时代开始，这个智脑的事业就非常的这个呃兴盛了哈、啊。那当时的汉人的资本呢，呃，它是不管是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呢，啊、呃，都是就是啊、呃、常常会进入我们这个。 打雁的这个传统的领土里面去建造啊，来等于说来啊熬制樟脑。那可是呢，这个啊，一八九五年啊《马关条约》把台湾啊，在没有经过我们原住民族的这个呃、啊、这个同意啊，智慧同意之下，就啊等于说割让给日本。九八年的时候呢，这个总督府呢就废除了啊呃、啊、原来的这个所谓的福垦署啊，比较呃、啊、就是开始啊就开放，等于说让这些资本呢进入所谓的番地里面去。 呃，制造樟脑啊，或者去开垦水田也好啊，或者说茶园也好啊，所以很多的爱勇、爱丁这些啊，这些人就嗯跑到这个等于说我们达彦的这个领土里面啊，呃人数越来越多，当然甚至还形成聚落，当然对达彦来讲啊，就就是会引发这个的原汉之间族群关系的这个紧张，那达彦就是常常就会啊木嘎嘎啊就出草啊，等于说来引起一些抗争了啊，那。 这个呢，就是爱永线前进这个地图。这个地图来看的话，我可以知道，呃，等于是从这个日治初期啊、呃，大概到呃1915年哈、啊，到呃泰鲁克事件的所有的历次的爱永线的推进都在这个这个图上面哦。在我们本教这个地方，主要就是跟樟脑的力权啊、呃、有关系，所以呢，呃，基本上在1906年以前发生的这个战役啊，那我们可以称为樟脑战争啊，因为都是跟彰的彰南有关。 在呃，我们所谓的这个文革呃的这个战争，抗日的战争，大概有七场啊，有七场。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就是一九零零年到呃一九零七年啊，等于是啊打过七次的战役啊。那重要是这七次的战役，呃、啊，不是只有啊文革的人，其实也会跟像莫斯科顿就是大科坎前三群，甚至就是啊跟这个姆武都啊，就是关西的马武都。 啊，都会啊，呃，去形成所谓的国土，排万，或者说啊，国土的利用，啊，就是所谓的攻守同盟啊，一起来一致的这个等于是来抗日了哈、啊。那我们就是战争实际的这个发生的经过啊，那我们可以从呃、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比如说阿加列西西略圣岛哈，他、啊、所典藏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到说在，在一九零四年啊，就是努古格利啊，就是等于是啊格利是啊，我们讲。 嗯，豹啊，花豹啊，母物是尾巴啊，就是在现在就是就是安康那附近了哈、啊，那这个攻防战的时候呢，我们打野呢曾经夺取日本的一门的三炮，当时的总督台湾总督啊，等于先给这个呃那在东京的内阁大臣，再给这个等于是日本总理大臣看的，呃，在呃稳健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呃，他有所谓的把及时的战战况啊，台湾总督。 都会跟日本的总理大臣啊啊、呃呃，等于说呈报的哈、哦，报告这个战报。那战报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个战战况呢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啊、哦，非常非常激烈的。那爱永县推进成功之后呢，他就会根据这个爱永县设置的规程来设置啊，所谓的这个像爱永监督所啊等等的哈、哦。这个我们可以从啊、呃、这些照片啊就可以知道哈、哦，这个这个爱永县呢是非常的等于是易于防守啊、哦，可是等于说。 白人要突破这个爱永线，尤其是有通电的铁丝网哈、啊，那就是更呃、啊、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殖民统治者为了推动就呃就是啊推动爱永线之后呢，这就,就推动所谓的资产兴业嘛，那就是啊让这个资本呢来进入我们这个番地的哈、啊，就是啊另外就是让资本家啊能够合法的来标购啊我们呃、啊、等于原住民地区的这个产物。 甚至就是来圈占啊，我们这个等于说啊，答案的这个土地啊，所以他推出了很多的法令。一八九五年的这个官有林野及樟脑制造业取缔规则哈，他这个规则里面第一条就讲，就是无地券啊及其他确证可知证明其所有权之山林原远,远视为官有。 因为我们原住民没有书写的传统，当然我们拿不出现在类似现在土地所有的权状来证明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当然全部就被收归为国有地了哈。那这就是啊，就他都当成是啊无主地啊，收归官有了哈。那之后呢，由于就是要进入啊原住民族地区啊，呃，去这个呃去投资啊有利可图，所以呢呃很多的资本啊就是啊涌入啊我们这个文价的这个等于说。 呃，领土里头去来从事，大部分就是水田呐、啊、茶园的开垦，呃，还有一些煤矿啊，三峡像啊之后的海山煤矿啊，那制脑、制裁等等这些事业，就是把林也化为啊、呃，就是啊、呃，等于是呃，就是生财的一个，等于是累积他们的原始的这个积累了啊，那形成聚落，人多了就会形成聚落，主要是客家人啊，当然就重大的影响了元汉之间的关系啊，最重要的呢就是啊。呃 在一九零六年的时候，三井啊、呃、物产和平会社台北支店长啊的代理啊，这个他呢就向台湾总督啊，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啊、第五任的总督啊，萨库玛萨马达啊，就中国酒店总督，他就希望把啊文舺的啊领土里面的大概有就是有五千八百甲的土地啊，非常大的啊，全部先承租啊，叫所谓的预约开垦，一般是二十年之后如果开垦成功。 总督府就很便宜的就卖给资本家哈、啊，那那这个三井呢取得这些土地之后呢，主要就是啊、呃、用来做制脑啊跟种茶。那这个茶呢，就是甚至欧洲皇室的贵族非常喜欢喝的日东的红茶啊，就是从这个地方生产出来的。把大堰的这个土地啊给资本家之后呢，当然就把人啊、呃、全部就强迫的强制的迁到啊、呃、这个等于说我们。 啊、呃，现在桃园复兴啊，我们讲的我们是 v i d 大克坎前山群这个地方，其实大克坎前山群也是呃，不是很欢迎他们来，因为自己的土地都不够用啊。那所以对大家来讲，就是 m 的梦，啊、k, 就是硬插进来的哈、啊，呃，也不是非常欢迎啊。那可是呢，殖民统治者就一定要把他们塞进来哈、啊。在几次隘勇线的推进的时候，那有些族人就已经啊，我们这个族人就已经啊，等于说远遁或者避迁啊，逃逃到这个。 死不闹就是呃这个，或者是呃呃德克山这个地方啊，或者甲板三社附近的、啊，其他的啊就啊、呃、被总督府啊、呃、强迫的啊、呃、这个这个迁到就是他们指定的地方啊。大家最知道的当然就是现在啊桃园复兴哲仁里的这个等于说西口台啊那个地方，所以在那边在日本人的这个所谓呃这个受产政策啊呃呃这个之下呢从事水田的耕作，那。 所以这个艰辛的存活、啊，哈，这个之后就是呃土地啊，呃，就是不但是呃给资本家，甚至呢在行政区划呢也变成三峡庄的土地，呃，所以我所以刚刚我一开始讲啊，绝大部分就是变成现在的新北市的这个三峡区啊。这个战后呢，国民党政府来了以后就是来对我来讲是接，虽然官方是说是接收了，其实对白燕来讲哈、啊、是一种是抢劫的接收哦，台湾农林。 台湾农林之后，民营化啊，民营化，民营化之后呢，就现在呢，大家如果到有机会到这个呃大霸溪流域啊，一定知道大阪根森林啊温泉酒店，这个就是我们文杰的最大的部落啊，就是斗霸啊这个部落原来的啊这个这个位置了哈。所以二二八事件之后呢，我们这个文杰的后裔啊罗新华，但啊他就提出啊，就是说希望能够啊这个迁回啊，就是。 大伯社的原居啊，原则来居住呃、啊，居住当然这个神府是啊、呃、没有做啊这个任何的处理了哈、啊，因为他当时讲，如果说啊呃,呃光复了之后呢，如果我们不能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那光复之喜何在？不只是当时啊战后初期，甚至我在行政院当原退会委员的时候，我也正式提案划为啊、呃、等于是啊答、呃、案的这个呃传统领域了哈、啊。可是呢，这个《原住民族自治法》完成立法之后呢？ 把它啊得划到啊，在行政区划就划到太雅族的地方。这个当时林学院长啊做决决定是是说啊要呃送到府园转会啊，等于来参考本教的土地。我们知道哈，在呃日治后期是先划为啊等于说台北州海山郡未社街庄的藩地，后来就被划为啊这个三峡庄，那呃就是已经没有藩地啊这个所谓特殊的地位了。战后呢也。 等于说也没有把它划为独立的三地乡，或者是并入邻近的乌来也好，或者说复兴区了啊，就完全就是啊变成这个一般的这个行政区域了。所以为了落实所谓的转型正义、空间正义，那我们是应该啊，就是要啊要归还啊，依据原基法啊这个原权宣言啊，或者是我们原基法，或是宪法增修条文等等啊，这样才能保障我们原住民族的这个土地的权利啊。那。 这几年哈，二零二一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啊，等于说组成作为桃园市泰雅族大霸群的族裔协会。那呃，市府啊也出一些经费呢啊、呃，在这个介寿国中那里哈、啊，那附近成立了个大霸群的故事馆。那我们这个协会呢，也出了呃《斯卡敏大霸风华》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书，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保存福建啊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啊，跟这个等于说来凝聚我们族群的认同了啊。 过去的历史无法改变，但是我们有奋起争取还我土地的权利。南糯亚拉希姆吉加嘎嘎的太呃罗啊洛克塔啊不不不不西纳的黑夜塔啊我们还什么过了？<noise> 李凡不是一个政策，是一场战争。这些战役都利用了台风、暴雨、霜雪、落石等等生态的环境。 也成功的攻上山顶，甚至推落炮台，甚至抢到子弹装备自己的部落。官方举办了归顺仪式，要求缴枪立誓，不可再反抗。但是和解之后，依然是余恨荡漾。 欢迎你回到《早兰见事难找》。那么，从一九一一年的八月，新竹厅长他开始率领了两千名警察爱勇朝山区来前进。那一时之间呢，以李东山为核心，包括了纳罗。 太田山以及八五三一带枪声四起，也造成了许许多多的伤亡哦。那么这些事情呢，被称之为李洞山事件。那么这也是历史上桃竹苗地区的太阳族人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战争。而今天的分享人呢，就是柳柳抒情老师。那么专长研究于日治时代台湾文学以及原住民文学的老师呢，将对这个李洞山事件来做一番分析。到底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让我们。 一起来欢迎舒琴老师。大家好，我是柳柳舒琴，今天很荣幸来为大家介绍泰雅奇老告诉我的家族故事。我祖父的李洞山战争。 这是坚石乡的集体记忆，因此呢，我将从坚石泰雅的主体史观来进行介绍。综合郑安西、林益宏、刘泽明的研究，我们知道李东山事件是新竹州爱永县推进行动的第二十六到二十八次，时间是一九一一到一九一三年。根据李文良的研究，我们也知道一九零零年左右，台湾总督府在山地资产方面的方方针呢，有了政策的转弯。 简单来说，就是把人的治理和森林的治理分开，其结果是国家和原住民族的关系从合作转为对立。这也就是北部泰雅族首当其冲遇到张老战争的一个背景在。在一九零七年大报社事件如火如荼，接着枕头山事件也爆发的时候，在大汉溪的最上游基纳集群和尔光群就已经下山去支援他们的大科坎群亲戚们。 同样是在1907年，北浦事件发生，从西侧的爱勇线也不断的挤压过来。当兵站基地和电流网支撑的补给系统都完成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攻上李洞山。这张图告诉我们是谁参加了李洞山战役。 在官方方面，当然是由警察队和陆军人员。此外，也聘雇了大量的客家爱勇和少数的原住民族群。战争主要是在后山进行的，主要是由赛考列、立克这些三大族群。此外，他们在前山的马尔光亲戚，在后山的霞克罗亲戚，还有在宜兰方面的大西群，也都前来支援。 所幸后山的这三群借由过去他们前往前山支援的经验，所以累积了分段式的攻守同盟的策略，反而利用广大的后山增加了更久的持久战。我在这三年期间总共访问了十一组十二人，他们用两种形式来告诉我这个故事：一个是口述历史，一个是口传吟唱。在他们的感觉里，李番不是一个政策，是一场战争。 因此，他们称为“打泵战争”。打泵就是李洞山，标高一九一四的这座山，之所以会被日军选为作战指挥区，是因为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它是桃苗的界山，朱棱县的浮臭点；第二个，周边有四个族群，是族群的三角窗；此外呢，这里还有非常多的部落。 这些部落都在重要的隘口上。齐老口中的事件起因有四点：第一个是李方五年计划侵犯了泰雅领域；第二个是日人开张练脑、滥砍樟木，破坏了生态，并且威胁到了五度的七地；第三个是客家挑夫捎来口信，说日本人要灭族、要煮人肉；第四点是带着太阳旗的军队源源不绝地进来，射日神话俨然成真。 这个是日军日警进来之后进山搭建电流铁条网的情形。其老口中光荣的战役也很多，最被津津乐道的有1911年的李东台攻防战，1912年的李东山碉堡攻防战，1912年冬天的太田山战役。这些战役都利用了台风、暴雨、霜雪、落石等等生态的环境。 也成功地攻上山顶，甚至推落炮台，甚至抢到子弹装备自己的部落。然而，就在太田山战役结束以后，各个炮台逐成攻守同盟的力道就逐渐减弱了。这就是有名的太田山古战场。这是日军不得已动员军队来支援警察队的警官。这是警察监督着爱勇搬运受伤的。 伤患的景观，从这些图我们都可以看到，泰雅族以悬殊的力量对抗国家是有相当大的威胁性的。战时的生活则是攻守同盟，全族皆兵，是由我们的护和善战者共议共决，多头领导。 作战人员依年龄分工，中壮年为攻击主力，少年受保护不作战，但必须担任通讯、侦察和补给的重要任务。就近学习后勤粮食，则由妇女生产，老幼投入。此外，老人因为熟悉猎道和迁徙路径，所以是补给线上的带领者。此外，还有相当多的战略，譬如狼烟诱敌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 最后，部落还是一一的被镇压了。从这张图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后排的军警进入了部落，前面的族人呢被委屈地坐在前头。这是步兵占领马美社的景观。此外，这个是在有名的空隙，这个地点，我们看见日军的大帐和军队、警察等等人员正围着不知什么东西在观看，很有可能是在处决。 族人处决俘虏。这是警察队带着爱勇和族人坐在一起的警官，他们似乎正要出去出任务。这是厅长带着爱勇把收缴的枪支集合起来拍照的警官。总言之，最后到了议和的时刻，而议和的背景是因为马美乌莱斯瓦吉、藤野生、太刚等等地方的炮台已经形成了交叉火网，族人严重的。 被妨碍了生活的秩序，无法采集，也无法进行农事，所以逐渐退入深山。日本人不希望战事再拉长，所以只好提出议和。部落为了永续生存，陆续接受和解。官方举办了归顺仪式，要求缴枪立誓，不可再反抗。但是和解之后，依然是余恨荡漾。有命还用祈祷，站在祖父留下来的土地上，手指着后面的乌来山，还是一样难忘这屈辱。 因此呢，他参与年轻人的死机调查团队，亲自为他们讲述这些故事，或者在公开的场合进行口传的吟唱，表达他对呃祖父一辈努力保卫泰雅家园的努力。他说：“哦，先祖不大，那位博度。你们浴血守护玉峰家园的往事，我们念念不忘。” 情非得语，深深惭愧。马立光的领土遭受侵犯，我们不得不回击。祁老在他们的讲述过程中，不炫耀战争，不讲究细节，重要是在宣告对于土地保护、家园守护的重要性。第二个部分，我将从关大伟教授原地堵死的概念，再来总结这次事件。 关大伟老师在他的《李洞山事件》一本书里面非常详细地说明李洞山为何是关键要地。他也说明了部落和国家的对抗，其本质就是生存资源的竞争。部落是以嘎嘎进行资源的利用和分配，国家却希望山地国有化，完全抹杀了本地人生存的信仰、价值和空间，所以激起部落流域性的团结和抵抗。 国家的确拥有许多的资源，部落和国家进行的是不对等的战争。国家有军警枪炮，还可以用法律来界定。原住民族是介于人兽之间，因此必要时得动物。此外，战争科技也是非常的多。最后，则是把人编入户籍，进行所谓的生命政治的统治。这是。 易新村陈大哥提供给我的家族户籍资料，我们可以看见祖父祖母的第一行字都是“大正二年五月十二号归顺”。他告诉我，这就是我家进入现代的第一个句子。更讽刺、更可悲的是，在这个事件后的三十年，拉令祖父他的次子就被征调为高沙义勇队，死在新几内亚，而他就是因为擅长高山作战。这里我们看见几张照片。 从早期的毛笔画到出街摄影到高清摄影，同时我们看到里面的警察组织也越来越庞大。第三部分，我想介绍的是创伤与创生。台湾《日日新报》当时是经年累月的以专栏方式连载报道讨翻的这些事情，深埋了污名和偏见，甚至包含。 左九间总督李洞山凯旋归来，在台北市游行的镜头，这些不只是威吓了族人，传播了残酷的战争，同时呢，也对汉人进行了心理战。报纸、写真、铁加风景明信片所构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偏见的复制，都是难以估计的。第二个是国王打开了点线面的区域网络。 目前我们看见的山区网络很多是定型于战争的需要，此后呢，国家又用法令把它的掠夺合法化，一直影响到现在整个原住民族的利益。第三个是强制移住前山，造成族群破碎、族群挤压以及长期的磨合。基本而言，基亚集群被移到了梅花村、义兴村、锦屏村；美格朗马里光群呢，被移到了锦屏村。 水田村、加乐村，他们都挤压了前山世居的噶拉拜群，所以一直到后面都有非常多的适应问题。最后，在日本投降以后，部分族人重返后山，重新开始建设家园。那则是我们在一九七零看年代看到的黑暗的部落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第四个是所信流域的观念。 在这个过程中，更加的根深蒂固。我们看到泰雅教育学就是循着这伤痛的路线，重返后山，反祖研发，想要衔接失落的文化。这是新乐国小在二零二零年办的毕业典礼，达利牧师带领师生登上古堡，向祖先献上酒水，说明为什么高文良校长要带大家回到这里。他说：“祖灵在这里牺牲了，他们的血留在这里。” 就在这里，祖灵可能有回家的，有有回部落的，有，但是没有回家的也不少。就在这里，这个活动的意义是：事件的孙代带领第五六代重返不易地点，衔接祖先的生命史。五梨东山事件的集体记忆，我试着这样子归纳，希望找出记忆的能动性。红色的是抵抗流血的世代，白色的是先导战争被消音的世代。 带来的是被同化和被征调当兵的时代，以及战后经历再殖民的时代。我们看见现在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还有少数的人积极的在记忆着祖先告诉他们的故事，而他们也将影响第五代和第六代。家族中口口相传的记忆是短暂的。 如何能够将这样的记忆转化为文化记忆，而创伤的记忆又能否转入地方创生呢？我在坚石乡看到了一些契机：，第一个是太阳民族教育，第二个是国立大学复设原住民族高中，第三个是部落大学举办齐老口传演示，第四个是原民会重大历史事件的调查和出版，再来是县政府和乡公所的死迹画册调查，还有像电视台等等媒体的深入报道。 第三世代是关键的世代，我们在他们身上看见李东山事件迄今还是居民共同的话语，坚持乡人克服历史创伤的经验相当有启示性。记忆透过孙代被挪用在民族教育、友善农业、生态观光、部落自治和国土规划方面，他们不愿再被外来的人牵着鼻子走。 开展出有别于全球化的团结经济，也更懂得如何跟外来者沟通。就其原因，应该跟这一次重大历史事件遗留的抵抗精神以及山林土地崇敬的思想有关。谢谢大家。老师，我们没有投降，我们没有归顺，我们是和谈，而且是由对方提出来的。然后，打仗或是停战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永续。 身分啊，其实是没有法律上的人格权的，离这个二战结束没有几年，才给予我们呃，等于是原住民族法律上的人格权。 那你回到責任《择难见事难道历史的创伤如何转化成这个新时代创生的力量？那是我们今天哦，在讨论历史事件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哦，那我首先呢，先请教一下一帆老师，有没有什么我们还需要知道的，还需要补充的呢？战争啊、呃，如果是泰阳语的话，叫不齐量。刚刚呃，那个素琴老师也有提到，因为这个实力实在实在太悬殊嘛啊。嗯、<哼>那我们一般都是呃。 就是惨败啊！惨、嗯、败之后呢，呃，日方呢都会举办所谓的归顺啊，或者归顺式。那对日方来讲，那个归顺，他认为呢就是投降啊，就接就是臣服了，投降了。嗯、可是对我们打人来讲，那只是因为暂时权益性的措施哦，嗯、<哼 S 2> 跟你死吧赖，跟你和解啊。哦，可是并没有呃，就是投降或者臣服的意涵在里头了。嗯<哼>，就是这点我是。 呃，必须要这个强调的啊。嗯、对。第二点哈、啊，就是除了战争啊，这个这个对战争的看法之外，就是呃，到现在为止，就是你看日本是等于说第一个进入真正实质啊有效统治啊，就是我们原住民族到我们部落的等于说这个近代国家嘛。嗯嗯<哼>。其实到现在就是呃，不管是呃日治时期，或者是现在原住民族都在面对国家啊。 那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两个叫事件也好，都要叫战争也好，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呃经验或者是教训啊、哦？嗯、<哼>那我个人还是认为，我们原住民族在中华民国的统治之下，还是处在一个被内部殖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样的一个情境呢、啊。那当然，呃，我们不能再拿比如说这个枪炮弹药来啊、呃、面对国家嘛啊、哦，嗯、那。 可是，呃，如果这个国家啊，呃，就是面对原住民族主权、部落主权的时候，那他透过很多的这个呃政策、法律是，啊，我们原住民族还是呃没办法呃，就是呃接受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啊？啊，就是这，我想这是我们应该要就是要呃去这个等于说好好去思考的。是。 其实我觉得，一般老师提出来这个思考，不仅仅是在，就是我们目前怎么样面对，就是说政策的推动，然后来定定，那包括了就在教育上面，其实非常重要。 那其实教育里面就会提到，当然就是跟文字、跟语言有关系哦。那这也就要请教苏琴老师哦，就是因为其实呃，刚才我听老师在分享就是这个李洞山事件的记忆之后，其实呃，耆老们就一一的随时代推进，他们也慢慢一个一个就离开这个世界。那就新时代的，就我们，就如果说我们还想要做这个历史事件的整理、口述、填填掉那我们还可以做哪做些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工作。 其实是进入当地人的感觉结构里面哦，对，嗯，比如说，嗯，呼应刚才一望老师说的，呃，达利牧师他生前在听我谈论相关的议题的时候，他特别纠正我几个概念。他说：“老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打？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他说：“是土地，土地。”然后第二个，他说：“老师，我们没有投降，嗯，我们没有归顺。” 我们是和谈，而且是由对方提出来的。嗯、<哼>然后打仗或是停战，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永续。嗯，永续是。那此外呢？呃，有命海用长老他也告诉我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以从呃徐荣春校长身上得到佐证。他说事情结束以后，乌莱社的头目，乌莱社的两位头，两位重要的领导人是当时马里光群的总召集。 他们没有办法，必须接受官方的要求。不过，他们的儿子非常不甘心，于是呢，十六岁和十八岁的两个少年呢，就合起来邀请这个巡查大人的儿子十五岁晚上出去射鱼。那当然就在夜里偷偷的把他给制裁掉了。那巡查跳脚，要求这个写在写还、哦、然后这个头目知道是自己的儿子，依照传统做了蒙嘎嘎。 所以他抱着就是即使被严惩也绝对不会妥协的态度，然后最后是官厅的高层好不容易达成和解，所以不希望再破裂，因此要巡查隐忍。那这一次是嘎嘎的胜利，是对他们来说有一些大事是没有办法确定的，但是民族的元气还是保留在某些最核心的传统的坚持上。是，那我觉得这两个例子都是。 呃，很重要的例子。最后，我想说，李金水先生，他说：“我祖父告诉我，是吧？易就是支山茅台古道上那些气石，都是我们战败以后被强迫去修的。每回我回到山上看到了，就会流泪。我也是一个喜欢登山的人，常常我也在路上看到这些博坎和气石，但是我们可能觉得它长满青苔很漂亮，却没有办法站在原住民族的立场去思考。” 当时用手去挖、去爬的这一些所谓的被屈服者，他们的心情是，我想拥有这些之后再展开所有的工作，这些工作的调性才会呢更切合呃当地市居民族的感受。谢谢。因为其实，在我们有就是看到古代的，就以前过往的记录里面，就踩在那些。 光鲜亮丽的石板道上，没有想到那个都是斑斑的血泪跟屈辱哦。那虽然虽然这些记忆好像已经久了，但是我们后代的子孙是有责任哦，还继续把它传下去哦。那当然就是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刚刚其实我们在试一下的时候，其实一半老师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文化及非物质遗产。 跟呃世界记忆，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所提出来一个，就保存人类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嘛。那么以这个大方向来思考的话，其实台湾就是或者原住民族的，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翻地跟翻人的等于说在日本国国法上的地位，到底是呃要赋予什么样的地位？日本到台湾之后呢，是经过一番非常激烈的讨论的。嗯，可是到最后呢，就是把翻地呢就当成是无主地啊。呃 呃，就是收归官有嘛。对，那翻人的话，生翻啊，其实是没有法律上的人格权的。哦，那会有啊，就是到呃，等于是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呃，因为他们也等于说，呃，我们讲弹尽粮绝，其实兵源也不够了啊。那所以就必须要对台湾人，包括台湾的所谓的高沙族，要进行战争动员。嗯，可是日本兵役法的规定，你战争动员的对象必须啊、呃、是要日本的。 有国民呢、啊，才、啊啊、能去啊，对他做战战争动员，比如我们讲的高沙义勇队等等的。<是>所以那时候才开始，你看一九四几年喽，嗯、啊，呃，这等于说离这个二战结束没有几年，才等于说给予我们呃，等于是原住民族。 等于说，在等于是法律上的人格权。十一年到十二年才提出来。对所以那个生杀，<对>所以当时的李凡警察是有生杀予夺、嗯呃、的权利的，对原住民呢、啊。<是><对>哦，对，那这刚才我们在提到就文化祭的部分嗯。来，老师你怎么看？呃，其实现在啊，不管是做纪念碑了，或者是说要呃用文字法的，采取文字法的一些做法。嗯。那。 现在我是觉得，呃，整个我我们原住民族的发展呢、啊，嗯、世界的原住民都一样啊，都一定都是经过啊、呃，曾经经过过国家化，那呃这个资本主义化、西洋基督宗教化，那甚至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现在就是全球化，现在还有数位化了哈、啊，嗯、那只是时间先后不一样而已嘛，啊、呃，都经过这几个过程，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呃，我们原住民族其实都是外部性的发展了、啊。 哦，很少就是我们所谓的内生性的，就是我们部落、我们这个族群需要什么，嗯<哼>、啊、我们自己想要等于说来啊朝哪个地方去发展，啊，都我们都是被计划的，有没有可能就是呃，我们自己就是内生性的啊，就是我们自己是啊，包括我们我提到的这个稳健啊的，我们未来的发展，我刚刚讲是浴火重生嘛，嗯，啊，不是靠政府的计划哦。啊 或是说要盖纪念碑啊，要拍纪录片啊，这都是啊、呃、圆明会的经费嘛。嗯，我们自己想要什么？嗯，这个应该是我们内部族人啊，就是呃自己要去，呃真的是要好好去思考的。可是呃我们都大概都是被国家决定了现在哈，所以这种内生性的发展是我最强调的。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世界各国的文化推动或者在文化附赠里面呢，就是。 由地方自发性的，然后内生性的，具有原创性质的，那么才会后面才会有国家力量的译著哦，那么这样子才会有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当然了，这是有很多方面可以值得我们思考。那今天呢，透过了。 这大报社事件跟李东山事件这两个官方的这个视角，那里面呢来看到这历史事件的这个起因，还有对我们的影响。那希望呢通过这一系列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呢，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原住民族在台湾历史上所经历过的伤痛。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谢谢你们，谢谢。那么咱们嗯，我们见识难到，下次再见喽，谢谢大家，谢谢。为什么是我？ 我觉得我不想往这样子的生活，我想要很自由、很时尚。当我看到我的父母亲跟主人这么辛苦的尽心尽力、尽力的在在做，可是当我介入到呃那样子的一个事物的时候，就挺高我的顶子，说戴上头冠跟坐上轿子，在处席到会场的时候，那不是我个人消费美，那是我阿波鲁王族的一些荣耀的事情。 花莲是我们很重要的谷仓，种了很多稻米。稻米一种，小米文化其实慢慢的不见了。所以他今年带着马太安的族人一起把青银共学把这个小米文化再种回到马太安的土地上面。春季的努力，让部落的尤其是老人家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在这土地上把这个文化种回来。我觉得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